靠腰，哎，怎么？我会被你抢到头像？你早安，早安呐、啊，隔离早安。看到你抢到头像，很讶异耶。好好去圆啊，或是好好休息啊。来画画。不对，不能开皮耶。哎，要看，想要看手机。猫咪陈安安。早安，早安。灯还是橙？灯，橙，橙。加比，嗨，咪咪。我还在为了我的成绩二跟三贴图奋斗中，还在奋斗，还是过不去。已经写太多信给客服了，在努力。哎呦咦，好久不见！好了。莉莉安安，早安早安。哎，还是以后大半夜的开台好了。没事，还有五天。你说五天后到期就不续了，是不是？没事没事。哎，其实安妮有在帮我啦，但我觉得她帮我太多了，让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。贴图了，不然只是想再随便开个刷裂空座，结果手机不手把又没电咯，哎，气死，气哦。最完整的，等一下，刚边充电边在看《排球少年》。哎，怎么没有早点入坑啊？还是觉得，哎。动画这东西也难怪我没入坑啊，毕竟我的个性就是没人拖着我看就很难自己看得下去，动画电影都是。
哎，好气！怎样？整晚没睡，用药画画，有点辛苦了我自己。教主安安一安安，在画啥小啊？好气哦！在画什么东西？还是不要画画了，来画猎，不来来画，来抓猎空座了。哎、欸，咪咪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做梦梦到，我又刷到了裂空座，但是梦里的我很清楚这是一场梦，于是我就醒来了。哎，连梦里的我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却在梦里醒来了，哎。
早安，早啊早啊，哎，画得好烂哦。为何要虐待自己的肩膀嘞？哎，要不是我的手把在充电，我刚刚就在刷裂工作了。哎，番茄早啊！咚，抖抖什么？李恩早。抖什么东西？要抖什么？要抖什么？欸，我有看到呆鱼贴在那个实况台上。啊，他那时候收到第一个事情是什么？抖你妈！我超凶，抖你妈！光遇大耳光无眠，太不像了吧？那画什么啊？哦，你在画什么？男人，你在画什么？男人，嘿嘿嘿，哎，大哥好难画哦，救命啊！爱可爱的东西还要画可爱，对我来说太难了。当时有人跟我在聊说为什么不出库洛米，我就说别说库洛米了， Hello Kitty 都有点困难了。因为我就说光遇这游戏，你要想一下，它就是温馨可爱。库洛米很难很难很难搭到光遇这个主题，但是当然相信库洛米的粉丝一定更多嘛。然后，因为他也是老粉，他也是老玩家了。他是冲着这次大耳狗，他说其实大耳狗他还好，可是就是
一大堆人在贴，一大堆人在分享，于是就被烧到了。哎，脑波弱，谁不是呢？嗨，高高早安。你看，像这个高高，不也是大狗才回来的，对吧？对吧，高高？肯定是大狗才让你回来玩的吧？你说乱讲。凡凡乱讲，不是哦？欢迎什么筑巢记？想要盖自己的家？前高高不定时上，我知道啊。高高之前会上，可是真的太少上了，还是因为？因为那个啥，上 PC 了，所以代把不完。公公安安，现在陪把不？哎，玩吧。光遇还是要有人陪着玩的。每次讲到这个就很对不起番茄，真的是每次讲，每次觉得很可。啊，也不是我那时候不带番茄，是真的。我那时候怎么讲，是真的不缺蜡烛，而且我真的只是在介绍《光遇》是款好游戏。啊，也是讲说，哎，你们要玩的话，自己去找攻略哦，我没办法，因为不是番茄，听我解释好不好？那时候我是真的不会跑的。早安，哎，我是真的不会跑图啊，堂堂安安。看看我这诚恳的眼神，肯定看不出来，我知道。大耳狗蛋糕，其实我一直以为高高很会画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错觉，就是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高高一定是一个很会画图的妹子，是很会超会的哦、喔。一人跑图还好啦，那所以没有，我当时当时搬起来玩的时候，那时候蜡烛也是在三四千嘛，那都是卡着了。你只会画小贴图，哎，哎，哎，好了，肩膀开始痛了。你比较擅长麦克笔。哎，那你知道我擅长什么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没玩过麦克笔。是，我觉得麦克笔这东西一次就是要买超多的嘛，而且又真的不便宜。因为你是设计科啊，对啊，我知道你是设计科啊，所以我才会记得你那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很会画画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欸，他把布玩的怎样？有搞懂在玩什么吗？还是没有？把布会玩，哎呦，是不是也会六龙的萌新了。起码比起刚开始直接跑终点圈，不知道在玩啥的好。什么东西？比我好吧？我玩了五个月才知道光遇在玩什么欸。有人带才知道，我也是有人带啊。当时玩光遇是有人带着玩欸，而且我们玩光遇的时间其实差不多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什么？是有时候你好像把我当白痴一样，是有很多东西我知道，但就是我没有去做而已。像我明明欸，比如讲当时我觉得最好笑的是，我也知道禁格辣很多，但是就是没有欸，禁格辣很多，但是没杯杯的话，跑那张图其实也是很久嘛。啊，这个我都知道啊。然后你竟然把我当新，你那时候又把我当新手了。我想说啊，冰冰你在攻他小，这我会跑啊，啊只是没有杯杯，杯很久啊。你知道后来小王子记你不懂怎么玩啊，我就是重组记玩的啊，所以小王子那时候其实我是差不多时间入坑的啊。所以我才觉得啊，你我只是不会跑图而已啊，你怎么把我当白痴？为什么小王子记没入坑？你是说因为没买到斗篷是不是，披风是不是？我 NS 版初下载的，但有听我妹说过，我也是。哎，小兔兔，在画今天要复刻的先祖。现在想说，推特都没更新嘛，啊，想说就开始来用一用好了，可是又不知道更新什么，所以就是在。画光遇的东西丢上去，就这样而已吧。你是夜行记被你带回来的啊？夜行记怎么可以不来玩？看看那可爱的浣熊披风。哎，夜行记也快复刻了哎。夜行记在半年以内吧。因为夜行记已经那个啊，也不是欸啊，欸对，夜行记那时候算了一下，夜行记也快了。原来你有推特，我跟你讲，一堆人是
我根本就我有推特，但我没在用。这样子讲应该可以吧？我有推特，但没有在用。深渊记是我最不懂怎么玩的，因为深渊记那时候带我的人已经都没有在玩了，所以深渊记是我最陌生的季节。然后从此之后，就是季节才会开始慢慢接任务。我今天有看你在你的 DC 很久，只是想说直接闯进去打扰好像不太好。欸，可是书虫复刻两次了，为什么又是安排书虫啊？明明书虫就复刻过了那么多次，我们把机会留给其他的嘞。虽然说暌违两年还是什么的啦，可是我觉得书虫已经都复刻过了，为什么不给一些只复刻过一次的机会嘞？哎呦，这耳朵画的不错。对啊，就两年啊。我推特都潜水，很少发文，都是看别人。我啊，就跟我现在 FB 一样啊。小高高以后就是书虫，你以后就是书虫的狗了，是不是？我小高高而已哦。啊好。不是像我 IG 也有啊，但是我 IG 其实也都只是看人家在干嘛。也不分析，也不会贴什么，怎么讲？我已经过了会时不时分享自己资讯的年纪了吧？你不觉得现在回头看就很像是，我说也不是啊，就是很像长辈时不时就是在赖群或赖你，跟你讲说，这个什么之类的啊，小心诈骗哦，什么那种有没有？跟你讲说温度多少，注意保暖。本来就已经过了那个年纪，你社群都潜水员，那你的社群应该是很难滑吧？滑一滑啊，怎么又是这些文章？滑一滑又这些文章啊？去刷短视频好了，这样对不对？干脆去刷个短视频哦。好啦，就画这样好了。又要水，又要水，又要水，又要水。我其实对这颗头很不满足，很不满意。海泽安安，这次比较早出现哦，海泽。啊，这样稍微满意一点，速度线。哦，上班哦，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还要养我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就跟番茄一样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要来上班了，哎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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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要养我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有人养了是不是？根本没有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你哪里看到有人养我了？你说，快，快跟我说，那个人在哪？我看不到。养我的人在哪？快！噔噔噔噔噔噔！我最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样的图，哎，是喵烤腰。雅思，雅思谁？感谢海泽彼得100小几点，就是这样子。哎呀靠，就是没有接起来啦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中间是这样子的感觉，是，哎，这种图好像不适合哎。
欸，这也是兔子你第一个复刻线组吗？你可以换头发了。啊，你现在算一下够吗？翅膀加发型，你拉空被吓到了。哎，绵鱼早安。哎，绵鱼怎么办？连续观看40几场断掉了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是连续观看45场吧。哎，就是因为作息不正常。哎，难过了。我不知道哎，现在七七根哦，可以了吧？七七，你看，加明天，应该加还要再加多少？80。你可以换发型跟披风。我想最重要要换的是那个2根红色蜡烛的那个节点。你换了那个，你投胎之后，你的翅膀才会永久加一。感谢芝云的追随。Burger King 初二了，我知道啊，而且还有特价过啊，对、欸、最低10%，我知道啊。可是 Burger King 变成4个人玩欸，之前我问番茄安妮要不要玩，那个番茄说啊都可以啊。你们约我都可以啊这样子。可是姐姐比较不喜欢回合制游戏，所以要玩可能要另外找人。反正我现在只有固定的魔兽团，没人约。哎，你不是那天问我说什么时候要打 LO 吗？来啊，现在没啦，看你啊。魔兽团是我还要带你打黑龙，不还要带你打黄黑龙欸。你那个朋友有没有带你打？因为你那时候是说你朋友可以带你打黄黑龙，我想说我才为了你去看了一下我的装备，才发现说。我早在2-3年前就已经配好一个黄黑龙的装备，只是碍于当时是用鼠键玩，不是用键盘，不是用手把玩。我怀疑你是故意的，我没有啊。他们刚刚在群组跟我说他们在挑战黑龙了，但打不过，没有。打黑龙之前，先做一件事情，要先打过黄黑龙。不是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当时为什么觉得我们至少会比较轻松的打过，也不是轻松啊，就是我们至少打得比较快的原因，也是因为黑龙已经是版本最后期的 DLC 王嘛，龙啊。你要想一下，就像魔兽世界好了，你现在这个版本已经打到尾声了，然后装备等级都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出一个新的 BOSS 还是什么的，你们是不是拓荒会比较快？那相对魔兽那个魔物猎人也是啊，所以我们那时候装等大概就是珠子装备都弄得差不多了，所以黑龙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只是。调一下装备，调一下珠子，再去挑战就好啊！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是装备做出来，但是缺珠子啊，所以会卡在这个是很正常啊。可是我最近看他们群组都满了，我就啊，怎么可以霸凌一个新手？哦，所以你就是因为这样子才，哦，没数。我当时以为安妮会跟，就是我安妮还有你再加一个
把随机的人，我们去打那个贝西模式。就他前一次开台打过了，没有，因为他太想要那个谁，那只莫 FF 的那只莫古力哦，他觉得那只很可爱，所以那天他打完了。有打贝西模式真的很好玩，会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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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不是霸凌哦，没啦，你找我乱讲话，总会有人霸凌番茄嘞，对不对？你难过了，怎么了？棉被猫怎么了？连续观看断了吗？你也难过了，对不对？你是连续观看断了，还是没收到通知？没收到通知那还好啦，没通知习以为常了，是吧？我们没通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。欸，说好今天会很热的啊，怎么好像我们喝。今天会很凉的，我才开台的，我有点热了。你妹最近还有来，我蛮开心的。断没断你不知道了，你是用手机还是用电脑看？你点一下那个啊，忠诚点数，它会显示，它会显示你已经观看了几场，还差几场。时长短，哎，我还不是，你差点气到吐血，怎么了？因为我吗？别啊！为了我吐血不划算，把那些血拿去捐掉吧。解雇缺水，你看这个。你画的吗？啊，你妹画的吗？终于过了。哦，你这个要审核才过得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你画的。感谢兔子的订阅两个月。哎呦，怎么好意思让你订阅？天哪！天哪，怎么好意思？完了，我现在手机没办法看啊，我登个 Switch 好了。不过，我当时这个也审超久的，我反而没有审很久哎。我偷看一下 Switch， 想画一个摇起来的，但画不出来就变这样子。摇，你是说像这种的吗？白痴，我用滑鼠在那边戳食物曲的画面。
送餐员经理没有讲好送到哪边，结果坐电梯上去又告知。来，来啦，番茄帮你拍一拍，好，番茄去安慰人家，去吧，番茄。我们去看一下肉桂狗左三端的盘子长怎样。哎，兔子，兔子，你会了没？吃蛋糕了？蛋糕时间，蛋糕时间。啊，还有今天是黑石，你知道黑石是啥吗？佳蜜，现在是蛋糕时间，现在蛋糕时间，九点了，九点了，蛋糕海胆的时间。你到淡水了，假晒啦，放屁，我不信。啊，对呢，啊，我可以用我可以用 PC 开哈，我干嘛用 Switch 开啊？你在雨林哎，回来。现在你跑什么雨林？现在不是跑雨林的时间，你跑雨林。回来。小兔子回来，小兔子，蛋糕时间那边乱跑啊！完了，他不会端盘子，这时间他不会端盘子。哎，肉桂卷，粉红色，你看吃到灰了，没有火了。对不起，不用道歉啊。你要不要传我？这边有共享空间呢，你要不要过来？没有，只是来看一下而已。看看有没有共享，看一下。啊？好，好共享哦！欸、你有姐你要吗？好啊，你贴光遇给我。我有拍啦，在手机啦。欸，兔子，传得过来吗？兔子。一二三四六，还差一个。亚克尼安安，怎么端盘子？他会时不时就是机甲，他会时不时进去厨房里面，然后端着盘子出来。有没有就这样乱飞？我看你不在线上，你重开。我觉得很好笑哎，只要比我早上线的人，都会看不到我上线哎，几乎啦。慢慢的火盆是啥回？这边是烤蛋糕的地方啊！噔噔噔噔。有吗？兔子有吗？我、哦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你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。你点我头上加入也可以，不点也可以啦。反正这边确定会有火，然后这边烧。这个也是一个玩不到一个礼拜就氪金的可爱小萌新。有啦，你这个头蛮适合你的。不过今天头就要留长了，有吧？其实这个头很可爱啊，但是过了今天，你头发就要长长了。哦，好。
好了，我们画面回来。好了，光先关了。哎、欸，利恩，你前面这是兔子哦。那个兔子，你前面那个是那个是我干爹，那个利恩啊，应该有在你的台出现过啦，应该啦。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谢谢雪莉。哎、欸，米奈早安，考试考得如何啊？考试考得如何？还没考，还没考啊，嗯。谁来救赎我这可怜的心灵？被经理这样搞，我好心累哦。你把经理电话给我，然后把经理电话给番茄，好吧？我们坏人，坏人不要我做，辛苦你了，番茄，每次都要你。谁来救赎可怜的番茄？啊啊啊！哎、欸，那兔子，那、啊、到时候如果有这只。有这只可爱的兔兔，你会换掉吗？就是我现在头上扎根扒不下的这只兔兔。肯定换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是朋友了。好了，番茄，这边有一只兔控哦，你要不要去认识一下人家？你是不是不能没有我了啊？哎，干嘛说那么明白？没有你，我就饿死了哎、欸！这只应该阳光日就有了吧？七八月的会有，应该就有卖，因为去年是七八月，哎、欸，去年好像七月就卖了吧？不确定，要看到时候怎么安排。你不要吓人家哎、欸欸！兔子，我问你哦、喔，那个蠢蠢又呆呆的番茄，他贴的那个舔的图，你猜是狗还是兔子？对吧、啊？因为他之前阳光日是卖那时候兔子本来是在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卖的，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去年被打到。在一个叫阳光日的那个活动贩卖，真的是被不知道被什么打到哎、欸，在一个很热很热类似暑假的东西推出这个东西，柯基，你知道我那时候直接跟他讲说，哎，你怎么会贴这只狗的图啊？他说那是什么狗？是兔子。我说啊，哪有兔子这样舔的？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你那只狗感觉口水很多哎、欸。他说哪里是狗，它是兔子。就
哈哈哈哈！哎，我要问你要不要入，你要不要进兔窝群？我那边也蛮多光遇的，看你要不要去那边交交朋友。就是，就算交朋友，也只是就是拿一个，就是回火。你这样至少爱心的压力比较没那么大。看你啊，因为怕，因为你，应该说认识的入群本来就有就可以，啊，你又有加订阅，要的话我才帮你安排，公公拜拜，帮你安排。都好哦，都哦，真的假的？都哦，他说他不是兔子，他是狗。你 这样有点坏啊，毕竟那是别人画的。可是我说真的啦，第一眼我真的看不出那是兔子，不是我怕我社恐发作。哎，光遇这款游戏，你要是社恐了，你就会活不下去了。这款游戏就是，话说现在爱心是可以一直送吗？不管对方有没有接收，不行吧？因为你啊。你是送谁？然后没接收。你送谁啊？哎呀，不要啊！他快哭了。好啦，番茄没事没事没事，他是兔子，好不好？没事没事，番茄没事没事。不要跟这些坏人讲话了 明明是你先开始了。我晚点再拉你，哎，可以不用，我现在拉你好了。因为我们常常有第一消息或是测试服的消息，我们群组内也其实蛮多人会分享，也不是很多人分享，会有人分享。啊，讲很多人好像讲的好像都有在活跃，我差点把我的报表拿在聊天室内。来来来来来，今天麦香奶茶啊，进多少？可口可乐进多少？打出来。真的可爱的东西，我没办法画可爱。保护不透明。哎，肯定是少了这个，看起来才不可爱。弄西敏克洛伊尼露诺摩卡，那你今天开始要多送一个叫兔子的了，欸。西敏不用送了啦，西敏已经不会上了。西敏他不会玩了。那时候问他有没有玩光遇啊，他说没有了吧。他自己跟我讲的哦，不是我在造谣哦。西敏都不知道有没有上啊，我知道原因了啦，是因为你是用那个云那个嘛星盘送的，对不对？星盘送的那个会有 bug，请先停止你的行为，好吗？哎、欸，兔子，我贴给你，小兔兔贴给你。
你加的也是挺快的、欸，等一下哦、喔。啊，然后你看我们最下面，也不是最下面呢、啊，下面有个光遇的频道，在魔物猎人上面，哎、欸，蛮倒数的啦，就是有个 Sky 光遇的那个文字群，那边常常会分享很多东西，或是车师傅的东西，应该去看一下。然后你也可以把那个你的邀请码贴在那边，好，还是标记一下好了。虽然不是我拐来的，但是这次重新可以来认识。好了，兔兔缺好友，然后他星盘只有四个好友嘛，他的星盘就只有四个好友，肯定缺吧。他超级新手啊，他是看到亮亮会断手，自己断手去捡的人欸，要多狂吗？在雨林跑图，突然给我断手去捡东西，捡到自己差点死掉，这个很新手吧？有没有超可爱的，超像以前的大家？有没有？看看，大家以前就是长这样。兔兔的英勇事迹。就是啊，我们新手做过的事情不用怕，我们曾经也做过。我那时候又带我的人来带我飞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突然断手，他就很紧张在我旁边狂拔，他问我说你在干嘛，我说那边亮亮的，他说对，等一下还没要跑到那边，我说哦，然后后来我就在社团看到一个人贴文，他是说，请所有乘客相信自己的司机，请不要把手脚伸出窗外，更不要断手离开司机，因为追你们其实很累的。对不起啊，不受控。嗯，对。啊，他叫一夜月。这位叫一夜月。我突然觉得荧幕的色差我好像知道多严重了耶，那看了一下的荧幕色差不受控制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每个新手都会干过的事情，好吗？不要想太多。带新手的另外一个乐趣就是为了这个，好吗？
欸，如果你真的有机会，怎么讲，有认识人的机会，你就尽量不要错过。毕竟真的这款游戏，你的星盘或是你的好友不够的话，真的很难玩啊。或者是开小号，辛苦一点开小号。我当时玩得很快，另外一个原因是我那时候是开台湾嘛，然后那时候超多观众加我好友，我就那时候其实两个月就全图毕业嘛，因为最难的就是爱心这个东西啊，爱心这个东西你好友不够多，你真的很难起得来。所以当时是一大堆人塞爱心给我，然后那个利恩啊，最夸张了，是之前要不是我真的是上线只解任务就下线，不然他的爱心我应该真的是从头收到尾，因为我们是同一时期入坑的，然后他的爱心就是从头塞到尾哦。现在只有跟随任务没法解，其他都是找新主题。你可以跟我讲啊，你就 take 一下嘛，打个救命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我要解任务，救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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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兔子同学，这个时间点，雨林应该要跑到二图三图了哦，我好怕你死哦，等一下开上先看你一下好了。你被绑架了？谁？一夜月哦。还是被不认识的人？哦，对哦，好好。啊，这蛋糕快掉了。好，多加个五号线。雨林三分钟就可以到馒头那了，但他没有啊，霍斯晚安。他雨林还差一个先祖，昨天带他跑的时候，跟我讲说雨林还差一个。哎，一夜月，你是跑完了还是没跑完呢？时间那么多，都没有空。不行，挖不了。哎，你们应该知道兔子啊，我之前画过他啊。
你这个比格赞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哈，什么意思？很不行哎、欸，这个直接被光遇搞怎样？哎、欸，所以今天三点的时候是真的炸佛，那时候在睡觉，起来就看到说什么光遇炸佛登不进去，我就还好，哎还好，最近睡死了，没有跑，呵呵呵。昨天啊还没睡觉都是今天。哎、欸、我问个问题。雀魂到底是几点更新啊？不是应该说每日签到这个是算几点的啊？因为我今天明明还没三点的时候，哎、欸、应该说还没五点我登，哎、欸、我那时候几点？我那时候半夜十二点登的时候是显示那个连续登录嘛。结果我半那个早上五点的时候一打开，哎、欸，连续登录的天数是同样的、欸，哎、欸，那就让我觉得很白痴的事情是，因为那时候一直有跟露诺，就是帮他那个嘛，就是他要解那个每日登录100天，连续登录100天。是五点啊，然后就是因为，本来都很顺利，结果直到前几天吧，他连续登录30几天，突然断掉了。他明明是有登录啊！哎呦，这样拍啊，这样好看。哎，来骗一下画质质感。哎，以前就喜欢这样子画，另存新档啊！没人叫我存档，我操！画一个小时，哎。我的提醒存档大使怎么没有出现？好扯哦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0509，光遇。乌虫。敲屁啊啊！没签名，没签名。今天是画图台哦，不是啊。今天本来想刷宝可梦，刷裂空座啦。然后手把这几天刷太勤了，手把又没电了。哎、欸，破音。嗨，小薇来安安。哎，签名放在啊，另存音档。高级存档，这样501块嘛。另存
N G。好了，这个啊，这个应该有印象啊。哦，哇，看，看，我画过飞机。这是画蛮久的，然后那个办法，我们兔耳朵在实况上真的是很痛苦啊，会被切掉，麻烦的兔耳朵。哎，好像应该好了，可以来裂空做启动，很小。好了，肩膀废了，真的啦，肩膀坏掉了，好痛哦。一 ，Pokémon 金灿钻石明亮珍珠。画画结束，画画结束。我的裂空座呢？你要飞去哪？裂空座我都放在找不到、啊、这样送爱心 bug 几时能修好啊，不知道、啊、唉，先别说送爱心了啦，海龟已经很久没吃了欸，海龟是不是很久没出现啦、啊，做梦梦到我刷到黑色裂空座，然后梦里的我知道这是梦，赶快叫我起床，我就真的起来了。哎，那真的是很写实哎、欸！我梦到就是一样在刷嘛，刷的时候突然发现，黑色，然后丢大师球抓到之后，然后梦里的我就说，哎，肯定在做梦，赶快起来，然后眼睛就张开了。不是他，哎、欸，是在大耳狗来的时候海龟就消失吗？我总记得大耳狗来之前海龟就消失了。我们吃好久没吃了、哦，忘了，看酒刀都忘记了，有十天了吧？你为什么要伤害自己？你说裂空座的事情吗？好像季节开始就坏掉了，我没印象了哎、欸，没有季节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好像是哦、喔。我第一个眼药水，等一下。我信不信我闭眼睛也可以，闭眼睛也可以刷裂空座，我只要听闪光的声音有没有出来就可以了。等一下啦，敲小。
等一下抓第二个哦。好，没有闪光的声音，这个不是，是吗？我瞄一下好了，看不见，其实看不见。把睡意传染给大家，那些上班上课的该睡觉咯，该睡觉咯。我偷瞄一下，没有啦，我有个坏习惯，我会拿卫生压住眼睛，然后也不是揉眼睛啊，就是压着，然后左右推，但是这样推很长，就是有卫生纸的棉屑跑进眼睛里面，不是应该说已经眼睛有点痛，有点痒了，然后只是拿卫生纸去洗个，看都是利恩哦。然后就是因为不是我的脸很油，如果去用手去压眼睛还是什么的话，那个皮肤的油会滑进眼睛里面去啊，于是。只是我才会都用卫生纸压着的。刚吃早餐咯，有啊，吃饱了，就是吃饱才开台的啊。
元神启动。哎，兔子，知道他在干嘛吗？我要刷到我眼前这只绿色的大毛虫变成黑色为止。那个很难刷吗？哎，4096分之一的几率，没有保底哦。等于是你没有保底，再单抽单抽抽角色。我想把它涂黑啊，那么这个比卡池还要，懂吗？4096分之一没有保底，然后你每次都单抽单抽的在抽它。虽然他对我已经超过了10000多次了吧，就是之前开台有计算的那个次数已经有4000多次，然后私下又刷了更多次，我已经刷了2年还没有出来。魏明奈安，哎。有保底的话，我已经有3-4条了吧，我都没有那个耐心，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挖矿理论嘛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埋下去、陷下去了，你就是要刷到它有为。如果你中途放弃，你就是认输了。啊，其实之前有跟另一个主播讨论这件事情啊，就是。还是我就是把这款游戏就这样就好了，懂吗？就是一件事情，你不要最后完成它，就是把它留在要完成之前没有完成的时候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因为你一旦完成的时候啊，那是不是这款游戏应该说你的目标一旦完成之后，是不是就要找下一个目标了？对吧？那其实那时候。我其实也没有很想，当时也没有很想要，就是瑟薇的那个神兽嘛。啊，就只是那时候观众问我说：“你神兽有没有想要刷哪只的？”我说：“应该就只有裂空座吧。”于是这个恐怖的孽缘就这样子展开了。来个祭品文献祭嘛，有啊，有献祭过了啊，不然来嘛，好不好？刷到10点有出的话，我直接去问怎么开加班台，好不好？直接露脸视讯加班台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利恩，你要怎么办？有没有？本月饲料费就由你来出咯。要加班，会死，我不会死啦，我的电脑会死啦。是啊，总要祭品，还要有代价，有奖有惩吧，肯定要这样子的啊。也不对齁，这个是赌注，不是祭品齁，对吧？这个是祭品，祭品跟赌注不一样啊，我搞错了。他电脑会比他快死，对啊。今天是比较凉啦，已经快10点了，还没有，还只是30度。说前天吧，前天在跟你打，我们那时候在打 low 的时候，那天好像那个7点8点的时候，我家就35度了。再过个几个礼拜，应该说再过几天呢、啊，因为今天好像比较凉，像明后天之后吧，可能这个时间我家已经37、38了。啊，题外话，这礼拜还没献祭，
因为露诺魔物中毒，主要是他想要赶快拓主线，主线拓完后面就可以随便玩。大家约时间投胎，在猎龙。然后把我，因为我懂啊，当时魔物真的是好玩到，他主线昨天通关了，我知道啊。他本来只能跟我讲，前天跟我讲说他没有要打主线还是什么，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他以为他打不赢，应该说打不完，因为毕竟就是伪王跟伪王前了嘛，他觉得他打不赢。他打赢了，我就很，我想说，你不是跟我讲说不要拓主线吗？害我昨天睡着没有看，那今天晚上要补档，但想说，哎，三四小时的档怎么补啊？好像只要补重点就好了。重点是他还单挑过，所以我就觉得他最猛啊！他比我还要猛。虽然伪王跟监视灭尽龙我也是单挑过的啦，可是那个谁，不对哦，我发现我好像都单挑过的对耶，我当时是拿锤子单挑过的我是拿锤子打那个鸣波龙跟雾藏狮套龙，然后那谁，监视灭尽龙也是啊。最后那个伪王不是啦，最后伪王不是，最后伪王是锤子真的太难打了。然后刚好是那个我朋友要打，我就一起打过。你看，有做足功课还是比较好啊。爱查德安安。他是游戏天才，我不是啊，所以明年的作品我就说嘛，好好好好好，我明年作品我就拿双刀骑手，没有，因为我真的没有，我当时是没有想要拿，就是，大家就是怎么样公认最好使用的武器嘛，他就头铁啊，头铁不去拿，去拿什么狩猎笛，拿锤子。懂吗？就像打撸嘛，我不是也都喜欢玩一些奇怪的角色吗？像什么伊泽、好运、索纳那些，我都不爱玩，反而喜欢玩波比、特朗德。那特朗德是我最近才买的，最近觉得他很难玩，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清兵或 poke 的技能。你看他的 Q 技能是近距离咬一口 ，W 是增加自己的移速跟攻速。一技能是把人家抬起来，啊，技能是吸人家，这个在 ARM 很难用啊。但是后面觉得说，越简单的技能就越强，会玩很恶心。对，我那天在玩那个啊，那个2v2的那个嘛，16人的那个，我就第一次玩特朗德，就玩到前四名了。尤其是队友，对吧？而且还可以玩辅助特朗德，所以我就想说啊，好好好，而且发现我以为特朗德是450的角色，没想到是3000多的角色，哇，恐怖死了，好贵哦。然后昨天也是跟兔子还有他一个朋友在玩。半夜啦，那时候我刚好也睡不着，然后就是突然拿到塔利亚，我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一只啊？该不会免缴吧？然后又没有骰子了，然后台上魔豆凯撒我不会，吸血鬼我也不会，然后想说啊，差赛好啦，看一看那好像只有塔利亚了吧，就玩了塔利亚，结果哇哇在练脚。还好我打得还不错。兔兔不懂灰的是啥意思？他懂，他知道，
等一下，兔子，你不知道灰是什么意思哦？你的蜡烛啊，他不知道是主要是因为他每次都会收蜡烛啦。灰的蜡烛意思就是说，你已经拿到了今天的那个蜡烛上限，就是说你之后拿的蜡烛回馈会非常低。哎，这样比如说好了，你不是看到蜡烛一开始你每次三点后更新，它不是有三个箭头，两个箭头，一个箭头，然后就是三倍、两倍、一倍啊，啊之后就是没有加倍就是一比一嘛，一倍是什么？三倍、两倍。然后你把加成跑完就没再跑了，你给我好好跑哦，给你看，给你看。难怪你，我不是跟你讲说每天要跑20根蜡烛吗？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你每天20根蜡烛跑完就是会灰，因为它有个烛火上限嘛，啊灰色是刚好你跑完上限了。我哪知道他20根没？哎、欸，有没有20根不确定啊，但是你跑到灰色，就代表说你的上限达到20。哎、欸，刚好跑满20根就会回，好不好？有听懂吗？今天就是一个扣的啊，是灰一定是有20根这样子。跑着跑着迷路，不是，你要有人陪你跑，带你跑啊。还是以后我跑图，我跟别人跑图的时候，我就问你说，哎、欸，现在要跑图，你要不要来？这样子。你有看到我左上角？兔子有看到吗？兔子左上角，我的蜡烛有没有是灰色的？是这个，对，这个就是灰了，好吗？没有，其实你也可以不用那么干呐、啊，就只是你可能东西会少换一些或什么的。不是有些人玩光遇其实玩得很开心啊，他其实没有。对那些东西都好，像发型啊、披风，他其实就觉得还好。不过他想要的，他就是换自己想要的而已，没有要全换。然后他玩这款游戏就很快乐啊。所以光遇也可以不用很干，没错啊。那个广告标题没骗人。不需要干的游戏，没错没错。哈啦，我刚刚怎么看到有蝙蝠经过？我家有蝙蝠。兔子奥米这又不见了，哎、欸，你不能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今天萌新不见了，问题是出在你的身上，不是出在萌新身上，好吗？好不好？今天就像兔子咬坏电线，你不能怪兔子，是你把电线放在那边给兔子咬的。你才不会咬，不是说你啦。兔兔在长牙齿啊，不要咬东西。啊，你电线放地上给它咬，对吧？对吧？肯定是你的错吧。他那边你过不去，等一下你很危险是不是？反正你翅膀剩下一根或已经没了，赶快先按回家。
欸，你到底劝人家去哪边啊？走风道，你是要带他去靖阁是不是？清末。欸，你不要带人家去死欸。他在试炼。啊，你就带人家去土试炼玩是不是？你一定是跑到试炼的时候啊串线的吧？妈，不知道啊。你说点开星盘要传送他，他跟你讲说，这名玩家正在试炼吗？正在挑战。这名玩家现在正在接受挑战，这样子。这边啦，也是光遇新手，目前蜡烛130分，来哦。那你今天更新之后，你的蜡烛就会变个位数咯。啊，小未来对今天的复刻有感想吗？有没有想要换什么？今天下午3点后会有流浪商人回归啊，他会卖他的发型披风。如果你对发型披风都没兴趣，没关系。那个酷酷的两个红色蜡烛那个东西你要换，好吧？如果你对披风对发型都没兴趣的话，那要花费两根红色蜡烛那个节点，至少要换。这个是老玩家强烈建议啊，建议你们新手一定要换的东西。会出现在哪边？都会出现啊，云潮记也会有啊，玉镜也会有啊。云潮会出现在那个喷水池那边，啊，玉镜的话一样就是在那个水池中央。我还是觉得玉镜比较方便啊，反正云潮你过个门就过了。啊，你预计要回去预计的话，你还要坐祭坛回去。流浪商人天然人没有，你只是流浪的人。等下午看看吧，看看啊，我等一下传给你看啊。哎，为什么闪耀护符预野闪没有用？可恶！而且有人说那是 bug 哎，啊也不改，哎真的是，辛苦了我。小未来，我穿衣服给你，不，我光遇穿衣服给你看，啊顺便给兔子你看。应该也看过啦，只是我再介绍一次这个衣服给你听。哦，哥的先辈好硬哦。米莉安安，等一下哦。
来，小薇来。不对吧？你刚刚应该先带他来这边吃黑石的啊。这个只有发型啊，发型跟披风。这个发型是，发型长这样，他说两撮鬓角有金色的环，然后后面是辫子麻花辫，然后一个环。这披风你有了、欸，有啊，肯定要有的吧。然后再就这个蝴蝶的披风，应该会换吧？你怎么可以不换？你家族哎、欸，你的老板是这个发型的爱好者哎、欸。然后这个披风就飞起来是一个蝴蝶啊，看，是蛮好看的啦。看有没有喜欢就可以换，因为哎，稍早没有说，我们在聊啦，说。其实这个先祖已经复刻两次了，然后说是已经睽违两年。我想说啊，有这么久了、哦，可是他复刻两次了，哎，就是说，你看你下次想再换他的话，又不知道几年了。所以很多东西如果喜欢就赶紧换起来，不然又不知道等什么时候才会又复刻。纯白蜡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吗？对啊，是这个时候，就是为了复刻啊，或为了活动。因为活动的话，每年都会有嘛。啊，复刻的话不一定每年都会出啊。就是活动是一年一次嘛，但是复刻要看那个老板心情，对吧、啊？这个是这次复刻。哎，再来提前透露一下，下一季复刻的，下礼拜复刻的，下礼拜复刻的有东西一定要换啊。这个，这把长得像武士刀的，一定要换啊。哎。他有披风吗？他是不是没有啊？不重要，反正那个一定要换。欸，下次的啊，书虫后下一次是这个的啊。然后这是他的斗，他的帽子，他的发型，这个。后面这把笛子跟这个帽子，那其实是笛子。有很多人背得很像武士刀，但我忘记去哪换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换完了，哎，肯定一大堆人换完了哦。等一下哦，我的白霄，这里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先祖长怎样。因为他有剪影啊，就是那个他现在复刻不是会有像马赛克的那个图吗？说下一个复刻的先祖他在哪个位置？然后第一张图那时候就是在云那个啊圣岛，书虫睡那个任务的地方。那下一个又是往圣岛的路啊，在那个空岛。跑图呢？跑完了啦，怎么不带我？跑完了啦！我看起来像跑图的人吗？怎么会是跑图的人呢？我不管啊，我要管啊，怎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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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安，你就是在跑图，我哪里跑图？我又没有吸到蜡烛，
有吗？我有吸到蜡烛吗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死！你要跟我来吗？我不活了，我不想活了。那个，下一次的先祖是他，他应该没披风吧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看。就是刚刚的帽子跟后面这把，就是他，所以下一次的复刻是这个，这个月啦，这个月的第二个是他。好了，回家。我要去刷力工作了啦。不过现在这个也可以这样搭，就是蛮帅的。要这个。蛮帅的啊。好了，怎样？还没换，还没换。好了，好，关游戏，关游戏。啊，然后小未来复刻会在这个位置，会在这。然后云潮记的话是在这。云潮地图，我不爱你了，天哪！你缺我一个吗？你爱的那么多，云潮的话会在这边，这个广场，在这，它会在这边出现。古代的官帽，你是说那个吧？那个哪里？韩国的吧？被抓到在吃东西了。嗯，今天不是礼拜四吗？是不是有人睡过头了？小未来，是不是有人睡过头了、啊？是有人十点要开台吗？还是啊？我没看他开台。诺诺今天休息吧。哦，也好啦。这个人。早上开，晚上也开。换做以前的他，喉咙早就炸了。他最近喉咙真的是好很多哎、欸。
哎，水喝完了。没有喝矿泉水啊。左耳风带他跑了一遍。你是在暗示我吗？可恶，我以为你听不出来。没有啦。没啦没啦，乱说话。你风就带他跑啊。你不是已夜月吗？你刚刚解到杯杯啊，教他怎么杯杯飞啊。三天前喝完。哎，我昨天才喝完哎。有没有，我很省吧。没啦。我其实跟兔子也没结很高啊。因为他那边有人带他跑，我想说有人带的话我就不需要解太高。你前天才把蜡烛都给拔布，哇。我觉得解到杯杯就好，不用传送。而且你要知道你传过来人家不一定是可以让你传到啊，你懂吗？而且不是把布一定是跟高高一起跑图吗？啊，你传把布要干嘛？带把布跑图吗？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那就算好，今天你带的话，那也只是把布在高高的背上吧。没有，高高好像没那么多拉子。有时候把不只有一个人，你是不是都专找落单的女性下手啊？是吗？你是不是都是专找一些落单的人下手？好危险哦！你看。看到露诺上线，我没上线就传露诺。报告报告，哎，请说。我上线就看到他一个人在那边跑，怎么了？人家就只是想跑图而已啊。哎，对，昨天我晚上在跑图的时候串到 OD， 我笑死，要打招呼的时候又串走。药水店没开，我知道没开啊。你有一次早上开台的时候，你要帮我点的时候就说，你可以不要这时间说想喝吗？药水店都没开。我说不是哦，这时间本来就不会开啊。就算第一个开的也是清新吧，十点开。然后我要那时候，对，我昨天要打那个晚上要打招呼说哎 OD 的时候，要送出的时候又串走了。幺幺安安，那时候我们快睡死了，这么累哦、喔。哎，我其实昨天我几点起床啊？我昨天也是晚上才起床，可是又好啊，还是很想睡。于是我也是疲劳驾驶在跑图，然后跑完之后，那个露诺跟那个嘛，露诺不是去当那个魔物老师，那就去休息。我本来想要他睡觉，睡不着、哦，好痛苦哦。你平常都在陪夭夭，然后嘞，看到谁上线就去陪他，哇！等一下有谁哦？米奈上线去陪米奈，夭夭上线陪夭夭，把布上线陪把布。那现在是不是露诺一个人上线去陪露诺，然后谁兔子上线陪兔子了？哦哦，抓到了哦，有人自爆哦。
欸，那个喵屋上线的话，你会去陪他吗？贵圈真乱，没有没有，就只有他，撇除关系就只有他，好不好？诺诺现在已经是妈妈团，也不是新手了。没有他，他学得很快，但就是他真的没办法在短期内吸收太多东西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很多时候我是真的是他要碰到摸到，我才想教他。不然你看，很多时候像什么落石陷阱还是什么东西，讲了一大堆，他自己没有体验过、没有玩过、没有看过，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所以那时候有一次落石陷阱，那时候是我跟他还有卯太阳跟小蒲四个人啊，在帮卯太阳过自由任务。然后因为有个任务不是火龙到处飞，飞到很烦吗？然后那时候我就丢了一颗落石下来，然后卯太阳明明那时候就回我说：“哦，飞老师 ，nice nice nice。”然后我想说奇怪，我明明就有记得有讲过这句。然后杜诺跟卯太郎就说没有印象。我想说，哈，怎么会一颗大石头丢下来，你们怎么会没看到？好啦，想说，哎，真的很多时候真的要让他们自己体验过才想去教。有时候你们真的教太多了，他当然会左耳进右耳出啊，所以主要是米奈幺幺只是顺便，不是。主要是他上线谁在，就是主要，好吗？你首先打过再说。哎，他就是他，虽然打魔物观众蛮多的啦，可是就一大堆没有从头跟的啊，我还教一些我们重复教过的，不然就是教一些他根本还没遇到过的。不是，我真的最气的是，当时一直有人要他做阎王双剑套啊，我就真的分析给他听嘛，我就说你看一下哦。他这场狩猎吃了六七个秘药有了吧，那喝了几十罐药水有了吧，那你要他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就是至少人家保得住命，苟得住。他因为一直有发动满足感嘛，所以他才有本事喝这么多，活这么久啊。啊，你要他做阎王双剑套，他是秘药吃两颗就要回家求了，水喝几罐就要走了。而且水又喝很慢，我真的很不想看到，就是人家是新手，人家没摸过魔物猎人，你就要做人家做全输出装备去跟龙硬刚。所以有时候我很不想看聊天室，我只想看。游戏画面没有在理聊天室，然后当我觉得说哦这边撞的不错什么之类的，就打开聊天室看到哦，我有一大堆在指导的，我都快不想开了。欸，我知道啊，我有感受到啊，不是哦，明明教的方式也可以很多种，啊，为什么就是要用最让人家不想看到的方式教，对吧？还可以说什么啊？你可以试试看阎王三件套啊！啊，功能也讲出来，不讲啊？就是说，你可以去做阎王三件套，推荐阎王三件套，就这样子，对吧？啊，你推是你的事情啊！啊，人家适不适合是人家的事情啊，对吧？就像你看一大堆人推番茄去穿女装，对不对？先撇除穿女装这件事情啊，来先撇除他想不想穿这件事情啊。你看身材、肌肉线条这些算进去的话，对不对？他适合吗？对吧？
今天不是适不适合他穿啊，是他对他有没有帮助，对吧？今天你说，你看，如果他今天密钥其实根本没有吃到了，阿水也没有什么喝到了，那再推荐他去做纯物理输出嘛？你看啊。你对一个陌生的东西，你会勇于去挑战，去怎样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死了就啊，没啦，死了再来一次，死了再来一次，这种心态啊，也可以啊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种个性的啊？他当然是先苟住，先看魔物动作嘛，对不对？只要水喝得够多，跑得够快。你就可以在魔物猎人当一个百米赛跑选手。怎么办？我真的是不知道 DN 那时候的事情。我记得你好像截图给我看吧？就是番茄说的那个钱不是那个钱。你怎么可以用印尼币？你可怎么可以用印尼币去换算那个钱？哎，番茄。你上了一个当耶，这个我没有帮你耶。那时候多多少啊？一万还是一千？又穿女装，一万都不对。你上当啦！他也没说什么屁啊，我知道啊，他说五万、啊，哎，番茄，人家都把准确的数字说出来了，这个不能变的吧？那好气哦！最近演算法又要跳一些人家刷到色尾的，就是真钻刷色尾的精华出来。现在有人是在开场说什么？好，我们今天就来刷色尾，那个刷色尾御三家，好吧？刷到色尾御三家，我们再来开始。结果第一只就是色尾，哇！草苗哥色尾，好扯哦。就还有在抱怨说什么最扯的是什么这个4096分之一啊还不算闪耀护符，你看这样怎么刷，就下一秒出闪了，我操，为什么啊我的嘞，做人不能太诚实，太诚实会被人喷，对，我当然没这回事，哎呀，但是你这样伤害到利恩了，哎、欸，我们做人要讲究什么？诚信吧，讲求信用。不然像你说的，对啊，你知道我到后期，我当时到了那个什么？鬼王打完了啊，然后去巨魔之地啊，我还是穿的轰龙套，轰龙加猛牛套、欸，哎，不对，不，我当时进冰原，我不是冰鱼套、欸，哎，我是穿猛牛龙套装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离不开快吃满足感跟龙好、欸，因为猛牛套有那个啊，
有那个最爱菇类，然后当时就加减凑出那个满足感跟快吃嘛，然后直到了轰龙套，就穿着轰龙三件加猛牛两件，就这样拖到尾王，然后甚至还穿到了巨魔之地，都还穿着。而且看到你有好多个零，不是阿铁，总要有一个人受伤吧？如果这是台币的话，我分一半给白金。哇，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不用一半拿，我拿三分之一就好了。哇，我只要拿三分之一。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。我们一人一半，对不对？你说要分一半给我，我负责收钱，你负责穿女装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是我们的红牌番茄。最近不是有那个吗？什么酒什么酒兔兔酒吧哦，还是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来，进来的入场费，还要点红牌番茄是不是？来，番茄调酒，去卖酒，番茄，去开酒瓶。兔兔的秘密花园啊，对对对。你知道我当初玩魔物猎人最扯的方式是玩防卫对套专家铁，完全没强化，每面上就是直接打到了冰原的四套了。那你知道我更扯吗？我拿然后麻痹刀吧，我还装了毒株上去欸。而且我当时也是装备随便乱凑的，那是世界啦，还没有冰原哦，冰原还没有出，那时候是世界，我就穿着这样子斩砖砸砖去打。然后就是我那个朋友跟我讲说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觉得你怪怪的欸？然后他看了一下我装备，那个麻痹三的珠子，那个毒珠三的珠子，就弄各三级，然后说你怎么这样搭、啊？说我想说让他中毒就可以让他麻，说不行啦，你武器什么属性就叫再插什么东西啦。我说哈，不行哦、喔，我觉得可以毒可以麻很棒欸。哎，结果后面冰原出了一只壁毒龙，他超我哎、欸！因为我之前玩游戏的不是在玩游戏，我一直以来玩游戏都是这件装备确定对我来说没用的话，我就是100%不会去做它。我都是喜欢等到确定了之后才敢去做。因为我不想浪费材料、浪费时间、浪费钱啊！我就是兔子，怎样？我后来换了装备，只换了三次冰咒、天地、黑龙，那其实差不多啊。哎，什么事？其实也差不多啊。没有，你要知道哦，我们当时在拓荒期的时候，我们是真的。一定要每个装备都做欸。欸，你都是单刷吗？那单刷的话你能撑到这两个应该欸，撑到最后面这几个掉欸。因为那时候从
那个谁，猛爆碎龙出的时候，我就那时候小蛋坑。黄黑龙，对，黄黑龙跟猛爆碎龙那时候出的时候，我那时候那一段时间小小蛋坑，就对这两只印象超级少。然后等到后面开始陆续要出尾王的时候，才回去玩。每次都敲你，他也敲我啊。每次都那边嗷嗷嗷，然后敲人家啊，都不用打小报告啊，这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吧？对吧，番茄？后面边缘常常被打两下就死了，还是找人打，没办法、啊。哎，不是哦，露诺来玩的时候，至少他可以少走一些歪路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有经验的，就会提醒他，跟他说。但是他有时候又希望不要剧透到他。你看，光是打伏面龙那一场好了。我是压伏棉龙会赢欸，谁知道？既然有观众提出要他塞到耐棉，于是他就开始开耐棉。我记得我是看到人家说耐棉之后，他开始做的时候才帮他说耐棉是什么什么，然后先做护食，真的不够做护食啊。游戏机制可以多人连线，不就拿来使用的吗？但有些人就觉得说想要自己玩啊。多人可能多人是好玩没错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些东西是会加速游戏寿命的、欸，你懂吗？就像幻兽帕鲁好了，你只要动了一些东西，这个游戏寿命就大幅缩短了。就比如说幻兽帕鲁后面最好玩就是生蛋嘛，对不对？生蛋孵蛋，然后因为实在太久了，有些人会干脆调到零或剩下一分钟。那之前你看生个蛋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东西，你说到零分钟一分钟，那是不是就是缩短了这一两小时的时间？你的台你最大、啊，最想封锁造成困扰的人是你觉得谁？麻烦阻止他，我没办法阻止他。不是，你要知道，敲人的东西，你的台有吗？那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关掉啊。你知道吗，燕霜？你今天你的台有这个功能，有这个功能，然后是你自己放出来的。他敲你的话，那是你的，应该说那是你的台，有你的游戏规则。啊，你不能来我的台，要我阻止什么东西啊？我在刷什么？我在刷黑色的虫。我要刷到它变黑色的位置，你懂吗？你先别转移话题好吗？嗯，对啊，你的台你像番茄讲的嘛，你的台你最大、啊，你大可你也可以直接在开台直接就骂他。你不喜欢人家这么做啊，还是什么的、啊，你都可以讲啊。啊，你不讲，人家怎么知道？还是你已经讲了？那我也没办法，好吧？他来我们台敲我们的这件事情，应该说每个人的台都这样做过。露诺的台他也是敲得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姐姐的台也会敲啊。可是他通常没开声音，或是进去后马上离关闭，提高敲敲点数吗？哎呦，
我觉得没必要哎、欸，因为其实你看哦、喔，其实500点大概就是，一两小时的直播点数嘛，应该说一个小时的直播点数大概就500，哎、欸，也不到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10万一次，这样我也不敢敲了，通膨了是不是？只剩下换水、打招呼跟存档了。好想看黄金传说，哎、欸，现在还有黄金传说可以看吗？还是那个节目已经都没了，都只能看重播了？嗯，平平安安，你是有加光遇的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的嘴巴被。我的嘴巴被海苔还有鲜贝给黏住了，等一下哦、喔。嘴巴，对，被鲜贝给黏住了，看哪条啊？光玉不是你，哎、欸，那你是谁？我记得光玉好像有一个叫你名字啊。哎、欸，还是我们加什么好友？应该没了吧？不过下次你可要看哦，诺诺下一站要拉奖。哎、欸，你是说巨魔之地哦？不是那个吗？黑狼鸟仙吗？还是要打完黑狼鸟了，奇怪，他明明最受不了剧透了，结果聊天室在剧透他，是不是？哦，很好玩哦，哎，他进度真的很快。真的是连的孩子死不了、欸、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是短时间没办法换衣服了，他只要身上没有轰龙三件套，他就会死，必死无疑。哦，对啊 ，sleep 啦 ，sleep 啦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对对对，是 sleep。啊，我可以讲话了，抱歉，嘴巴有东西在讲话。还是我明年弓箭骑手算了，对吧？弓箭那么帅，我们欢迎诺诺有偷塞钱给魔，不然怎么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看他后面打的什么魔物，我觉得都好轻松哦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哪有人在猎人晕眩的时候，或猎人在喘的时候，在旁边跟着喘？对不对？冰牙龙在干什么？魔？诺诺在晕眩的时候在旁边喘气，到底？啊，不然呢？斩龙跟碎龙那些都一样，好扯哦！这就是性别正确吗？
他说：“你要咬一下啊！你不咬一下，演的不像啊，至少造成点伤害吧，过意不去啊。”都是训练有素的魔物哎。啊，对，之后有个最近不是《黑帝斯二》吗？有什么公测试玩？有试玩啊，什么之类的。我想直接等正式版上的时候再来玩、欸。你看，洛哥游戏怎么我可以不玩呢？啊啊！哇！岳母，感谢你的揪团，乱叫啊啊！感谢妹妹揪团。然后叫你岳母，真的觉得很好笑哎。那天第一次叫你岳母的时候，你在那边想说，等一下，繁星，岳母是跟我讲话吗？不要乱叫哦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最近看你在玩什么田哎、欸，什么一田还是哎、欸、什么光的忘记了，别乱叫危险。对啊，你知道种田游戏？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说追不到你啊，就让你叫我女婿。怎么样？乱教的。好，那新入谷，你要不要去玩？新入谷不是又有一次大更新了吗？可以忘记几人连线了。之前是4人吗？好像这次更新更好的连线跟优化，还啥的。好啦，妹妹的观众，相信很多人还没睡吧，赶快休息去睡觉咯。刚刚画完图啦，所以现在在让肩膀休息。我已经是一个画画已经不能超过一小时的废人了。你开始玩 Switch 了？我玩了有快三年了吧。对啊，我也是。我也是疫情过后才开始入手 Switch。画画会累，画画太伤肩膀了。对我来说啦，你要看我刚画的吗？我刚在画我玩的一款游戏叫《光遇》。我现在画画变得很奇怪了。噔，对，哎，看屁呀、啊，这里不能聊了，陪小孩子去挂台，拜拜。没事没事，你快去陪小小梅。晚安晚安，不是晚安啦、啊，快去陪，拜拜拜拜。一样是可爱的图，哎，哪有你的图可爱？天哪，乱讲！哪有我们妹妹画的图可爱？不是客套话，好不好？这个人最不会讲客套的话。他当时，我们那时候认识。也好久了哦，有没有5年了啊？不对哦，应该有7年以上了。
啊，我去他的台，八年有哦。我看一下追随时间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2016年，对吧？你看2016年，那我去看一下。安安，等一下，对啊，我们2016年认识的，哎，好扯。你看，小孩子都这么大了。哎、欸，你今天顾小孩，为什么？你说前阵子因为有些是校庆嘛，啊，怎么今天是要顾小孩？是不是肠胃炎，还是那个叫什么？好像哎，我也忘记了，因为我外甥他最近就是好像得了什么肠胃炎还是什么的，所以肠什么对，肠病毒啊，对肠病毒，他怎么连肠病毒都讲不出来？对他得了肠病毒，我就骂我家人啊，我说。你们再不让他洗手吃饭啊，活该啊！每次吃饭都不洗手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我们家我被讲什么？快点爱干净九九要骂人了哦！你们再不洗手，爱干净九九要打人了哦！我想说，什么东西？吃饭洗手合情合理吧？我想说，怎么你们吃饭是不洗手的哦？然后。每次我都在检查，我说：“你看，你没洗干净，泡泡还在。”然后就一个一个被我骂。爱干净九九，对啊，要不然就是生气气九九，凶巴巴九九，跟爱干净九九，我超惨的哎、欸，我都在扮黑脸呢、欸。不是哦，明明就知道小孩子爱乱摸，爱怎样的，啊手更脏。啊一定要洗干净啊！我抽到超多，我超惨的啊！这是你的观众吗？妹妹怎么称呼？方方，日方怎么念？感谢追随，请问怎么念？飞凹方坊方坊好，感谢方坊的追随，我会尽量记得，如果你之后还有来的话。妹妹，我刷这只刷了两年，你知道我在干嘛吗？我在刷色尾，我不知道你这仿仿哦，仿仿好仿仿。我想说，一个字有两个音，而且是叠字，太猛了吧？又不是那个了跟惹，了惹，他没纠正我，是人家太宠你了，好不好？看，这叫什么？这个是只有主播跟你。独特的昵称哎，对不对？就像人家叫你妹妹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呢，我就叫你梅啊之类的。哎，梅啊！哦，想到了啊，听到猫头念的。哦，对吧？你看，这就是可能就是乳名嘛，对不对？小名。有感觉了，肯定的吧，对不对？虽然有时候我会刻意念错几个观众的名字啊，啊念习惯了，他们也觉得没怎样啊。
我就喜欢当梅亚啊，你当然是梅亚，你在我眼中好不好，在我心中永远都是小妹妹。你是阿姨，乱讲。哪有长得这么可爱的阿姨乱说话，小姨子乱讲。你终于大家拿完金人了啊？他试炼金人没拿哦。哦，你们隔壁跑图的不认真哦。你一定是小小梅的姐姐吧？怎么会是阿姨？怎么会是她妈妈？然后长得那么年轻的妈妈，一定是姐姐吧？试炼很难啊，不然怎么叫试炼？试炼不难就不叫试炼了哦。没有啊，试炼当然都有一些走捷径或是啊偷吃布的方法。这只色尾是什么颜色？让你想刷黑色，然后镶金边。你说的我不敢想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又不是没看过你本人，本人是没看过啦。之前影片看过，他说太难一直死就算了，我当时也很排斥啊。然后是因为我真的是很懒得跑图嘛，我都是蹭车的，那是。某天被雷打到，突然想为了我的司机那个献上一份力，有没有？就是不要让他跑图太辛苦，于是去看一下人家怎么跑图的。打喷嚏，等一下哦。哎，感觉没了。我想说什么？教主现在在跑吐司，你家是头闪啦，你才是头闪。啊，好不好？没有土风就简单呐、啊，风飞一下就到了。土的话 ，bug 跑一下就到了。啊，火的话你还是要走一段路啊。啊，水的话就更坐牢啊，就懒得跑啊。而且，那加起来多少根？300个烛火。而且我跑图的。时间点就是你跑完土跟风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再去吃蛋糕或是海胆了。乱讲哪有那么简单？真的啦，我看起来像是会说谎的人吗？对吧？黑色金边感觉很帅，对啊，还蛮好看的，好看哦。我找图弄一下。没有，其实当时没有想要刷这只，是那时候观众说，因为他说都可以刷色尾了，要不要刷刷看？于是我就挑了这只。但是没想到一刷就刷了两年，而且这没有保底耶。你想一下，抽卡池没保底。而且他每次几率都是4096，然后每次都是单抽单抽单抽，所以很坐牢。每一次4096单抽。这只有没有拽吧？哎、欸，它会动。对，没有保底的抽卡，而且每次抽都是4096在抽。
我这样可以抽超过一万次了。现在不确定几抽了啦，因为我私下刷太久了。我应该说上个月私下每次都每天哦刷三小时以上，那大概重开一次是一分钟，所以三小时是180嘛，然后持续30天嘛，3×8=3×13，50就540了。哎呀呀！所以很坐牢啊。然后最好像是什么？有些老观众说：“啊，你怎么还在刷啊？”因为前阵子都没有在刷这个了。然后突然被一个观众说：“啊，你怎么还在刷？你没刷到，还是已经刷到第二支了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还在刷。”感谢追随，感谢 Big 哥 ，Yes， 哎，念大大什么大什么大，感谢83108的追随，83年10月08哦，啊你不就直接把这样，等一下哦。那你今年不就30、31岁？哇哦！天秤座宝宝，你看，把生日当作账号嘛，那种人就是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50点给教主人运气，可能今天就刷到了，继续工作了，教主加油，我尽力，不是有些人说什么运气不够嘛，对不对？努力来凑，但是有时候你也知道。你再怎么努力，也是会得不到的。运气这个东西，就只有有跟没有。网络上那时候有看到人刷那个谁，蟑螂，忘记那只蟑螂叫什么了。然后他标题好像是刷了12000多次，在火山那只火钢属性的那一只刷了10000多才出，这样说哇10000多哎，那跟我差不多哎，那我是不是还要再努力一点？所以于是我那阵子又开始燃起希望，继续猛刷。但是，哎，现实把我打回来。啊，这个可以收掉。下去。我真的想搞一下怪，等一下。搞鬼一下，我想带8只虎的，8只虎真的好棒哦！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！哎，冲！我今天没有运气，今天都很衰。你怎么打 I 啊？那是那样打衰好不好？今天都很衰，运气应该自动分享给别人。没，我，哎，这辈子就是跟这只没缘分哎、欸。
可是地平线都有黑色裂空座出现的，是不是该配信一只了啊？对吧？黑色裂空座应该要配信下来啦，都会没配信，奇怪了，奇怪了。然后把耳朵关掉。哎，你是谁？好陌生哦，你是谁？陌生人。哎，等一下、哦，不好意思，台主去哪了？我突然想到。不知有贴一个东西，有贴一个酷酷东西给我，我忘记载下来。等一下哦，我们近期对话有点太多，找到了找到了，看一下哦。芳芳晚安，拜拜拜拜，感谢感谢感谢追随。哎，都黑色的裂空座，对不对？当然要带个黑色的东西啊。是说这样的呢？可以，感谢妹妹的100小起点。等一下哦，谢谢。这样，趁机报复吗？我们可以这样。等一下，平时待你也不薄吧？怎么为人父母这样打人？这样会教坏小妹妹。这样才有这个互动有趣，你要吗？可以教你怎么用哦。如果我还记得的话，好像快忘记了哎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黑色裂空座是吧？好像变态假面哦、喔，这个是兔子给我的，怎么？哎，你给我的哎、欸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你在那边跟我讲说很邪很好笑，我想说好啊，我也要。你是我认识繁星吗？是啊，你不记得了我了吗？不是，要不是为了这只黑色的虫，我也不想带这个啊。可能很香啦，但是还没闻到。那、啊、还有哎、欸，还是用带这个，然后刚好我们兔耳可以蹭上来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有兔子的东西是这样子的，它就是一个小内裤戴在兔子的头上，是真的有，好不好？那个转蛋转得到。这个可爱啊，这个就可以是不是？刚刚那个就不行哦，一定要露脸吗？一定要露脸是不是？还是其实刚刚是耳朵不见你不行？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是耳朵不见你不行？
再来再拉回来，还是因为要粉红色的啊？看看哦、喔，这样嘞，这有运气加成，等一下刷出来是粉红色会叫哦。哎呦，哎哎，可以转，那就好办了，那就好办了。等一下、哦，口罩要戴好。可能要选黑的，但是。但是这个没黑的哎、欸，哦，黑的只有假面，对，你看，他都说话了，我给你们看哦，我要存一张可爱的图。你们喜欢猫咪的应该会喜欢，一脸可爱样，看看裂空座喜不喜欢猫咪。给你看我最近最喜欢的贴图，不行吗？这个是最近在看那个木棉花的那个蜡笔小新马拉松啊，那一集就是是什么咖啡专卖店，对不对？就那时候是人家老板在吃咖喱饭，他的午餐，他就说：“请问这咖喱饭有在卖吗？”然后说：“没有，那是他的午餐。”然后小新就肚子饿的说：“真的不行吗？”然后人家咖喱专卖店，不不，人家咖啡专卖店就开始卖咖喱了，然后好惨哦，很惨哦，小白。好啦，不然来啦，没办法，因为咖啡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啊，何况小孩子，对吧？咖喱是小朋友到大人都喜欢吃的。都可以吃的啦，不是我喜欢吃。洛里洛里洛里康基，大兔兔你要睡了，小兔兔快去暖床，大兔兔待会也要去睡了，大兔兔有点快撑不住了。还好没开声音，不然再一次被醒了。我没开啊，我没有唱啊，我没有播啊。大兔兔也要去睡了，大兔。累了，好，交给我了。好，快去暖，要暖。还是完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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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
哦，这么大张哦，哦，好可爱哦 ，High five。好啦，我们开满三小时就关台，所以还有七分钟，好吧，我们七分钟后关台。哎，加班才就看这七分钟，这七次了，好不好？这七次没刷到，雷达破译，这七次没刷到就关台啦。来六分钟，之前不是有开赌盘吗？三十分钟会不会出？就赌到后面会出，只有一两个人投，不会出就是十几个人投。现在多少度？今天比较凉啊，刚不是有说吗？32度，现在32。不是啊，现在是因为我其实半夜两点就想睡觉了，就到早上还睡不着，想说就开开台画画图。我真的一直觉得会出，但是没那个勇气，没那个信心耶。真的当时觉得我应该一两百就出了嘛，因为火鼠不到，火鼠还节操吧，其中一个不到80次啊，另外一个不到200次啊，我想说，那我应该是可以500以内。就变成1000以内、1500以内、2000以内，之后就没有信心、没有把握了。你不是有刷到吗？你那时候不是用手机拍下来的吗？虽然最近听到有一句话叫做“自信是男人的第七把神器”，对吧？就你拍的啊。没想到洗万次了，哎，谁会知道哦？被困在这边困好久哦。这个玫瑰公园，好像什么精神时光屋一样。我在里面已经待了两三年了，出去仿佛跟进去五秒钟一样。精神时光屋。其实之前真的讲还好，就是不知道要干嘛，开台都要干嘛，开这个刷，然后跟你们聊天。可是我好想要哦，我好想要那个东西哦。打死了几遍，我没有打死过他，我都是拿球抓他，不是吗？我就是随便丢个网纹球啊，不忘球或一般球。哎，我想到我的那只神兽好像是用仙击球丢的。帕路奇亚。哦，这只很倔哦。你记得有打死，我怎么没印象？会那么气吗？是我第一只放这只很难打死、欸，我是用玛丽露丽打死的。
剩两只，剩两只。去吧，好了，问号问号什么？在乱玩。好啦，要来睡觉了。画面在飘了，画面在飘了。待会卡比兽弄一弄就要躺。还是我撑到十二点，吃完卡比兽吃完午餐再睡，该睡了，嗯，是该了，是该了，是该了，坚持才是胜利，不睡的部分还是刷到才睡的部分，哇，如果刷到才睡的话，我。你算一下嘛，一分钟一场嘛，一小时六十只，哈哈，我们好一万好不好？就算一万，不要多，一万除以六十是多少？我现在视线是黑的啊，你没看到吗？什么都看不见的，我什么都看不，我都看不见、啊。好了，各位，三小时了，时辰已到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。大师球，去吧。好恐怖哦。勇者大师九就是要直接扔那个设尾。好啦，谢谢大家。蒂恩晚安，雪莉晚安。时辰到，要斩吗？哎，不不不不不，先睡觉。先斩后奏。爱查德晚安，还有谁？番茄晚安，美美晚安，美美在吗？美美晚安。绵鱼晚安。还有谁？啊，兔子去睡了。兔子晚安，雪莉晚安，阿团晚安，晚安晚安。啊，最近有可能会玩那个、啊、业主崛起，我还没买，根本就还没玩过。好啦，大家晚安，咻咻咻咻。很快有台低台，花铃音晚安。有台低台，没台低去找台低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啦，晚安啦，拜拜。